批评之书，暗讽抒情。离开教社地，出国风声外，暗讽民情，希望会当调查详细。为着批评这个案件，到底官人是要去倒也找人受苦？遐有一个妇女人对遐来，奈才拄好，官人来到遮，天井下边。瓜老三弟呀、啊，我暂时休了停啊！你到台边准备啦。
感谢。别项无啦，水还讲干杯，变一杯就好，一杯就好啊。阿姆，怎？拄只你媳妇传我倒转来你的家庭，沿路我来看，我感觉恁这建设应该袂歹吼。哎呦，少年家，你往来对不对？我是北京城来的。哦，无怪你袂了解，较早阮遮皇上我偌歹咧，你敢知？敢真实咧？对哦，我就是惊城讲啥物皇帝知影了后吼，啊，就派一个命官叫做批评啦，来阮本地园啊咧治水无偌久尔吼，我搁土乌乌巴啦、山东乡妹啦，大家知影拢安尼闹跑呢。所以讲哦，批大人啊，三不五时即摆调转去惊城来讲，若为家为阮的庄仔头经过吼，阮庄面偌清净的咯，啊，拢办咧兴旺多咧。输咱接生命，安尼甲接嫁，你敢知？处事当机，要哪恁讲起来，第一个心目中批评这个人唔对，副官。哎呦，好咯，拿这机会哦，按赞哦。不过太可惜了，少年人啊，啊你讲可惜是啥物意思啊？我是对北京城来，我有听到风声，我听讲批大人。已经受尽天高犯罪了，哎，啥老犯罪？啊，就一个人欺哄杀教，一哭家中，讲是批评叫伊去做呀。安尼哦，哎呦，夭寿哦，是多一个食袂死的啊！安尼乌白冤哦，迄批大人是好官嘞，啊哪来冤哦？啊，无迄个伊是谁啊？你要知影讲刺客人是啥物人是？是啊。那恁我就对你讲，迄、那个刺客人名叫做。皮好丢！你捌你吗？少年家，人阮囝嘛叫做皮好丢的。什么？你囝也叫做皮好丢？对啊。在哪里？哪里过年找你都无唔见了。哎呦，好歹啊，万岁啊！哎呦，老早我当初我对你无礼貌，啊你哦对你出言不逊啊，互相请你下罪哦。不提就无罪，别去。哦，谢万岁，万岁呀、啊！啊，你来打扮，咱来来阮家。今仔日过年打扮白身，来到这个庄头，我的目的都是要找茬相识。是不是恁囝偏好中，我唔知影。拄好共名共姓，一看家中，讲是批评叫伊做。只有杀家是死罪啊！伊两个人拢总爱死。所以为着这件事，我才会来呀、啊哦！我甲你保证，阮囝是中学老师哦，伊故意囡仔袂做这种代志啦。你讲的事情无这简单，要不我敢会用去拜托你？皇上啊，你讲，你对寡人倒转来惊啥？我带你去天罗地偏好中，你看迄个是毋是你囝偏好中？毋是上好，如果若真是。我希望你可劝你囝讲出实情，我属于将轻发怒。这边冤枉好人哦，你稍等下，稍等下，媳妇的，紧嘞。哎呀，讲恁阿妈是惊啥发生代志？哪行老大家才哪甲你讲？惊对，我来。